那到底是走秀比较难，还是爱杨景华比较难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恭喜！恭喜！那到底是走秀比较难，还是爱杨景华比较难？对，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但是对我自己的何雨恩角色，我会觉得我已经做到我应该要做的。然后故事是真的，看完三季我会觉得很感动，对，因为第三季是完全不同调性。反馈是有听到身边的朋友说，就是雨恩算是有一点小反转，然后就至少不会那么讨厌。对，我自己看的时候也会觉得，算清流了。瓶最贵的酒。嗨，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你有什么话对琼轩说吗？你这么坏。恭喜，恭喜，恭喜什么？恭喜。其实滑蛋的时候我比较胖，然后现在就是努力减肥，瘦五公斤。怎么 OK？ 难怪在 IG 上面看到他一直秀身材。对，其实他是真的就是模特儿身段的哦。对于这个结局是满意的吗？哦，我很满意啊。对，因为 Rose 妈妈都帮我还了大部分的债务，真的哎，几十万哎，太过分了，35万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对，所以我很满意。